这个平台是有加热的。平台是分两个区域加热的，也就是第二个是控制前面这一部分加热，这个是控制后面那一部分加热，也就是根据产品大小分两个区域加热。就是我如果屏比较小，我就加热这胸前这一部分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加热胸前。我屏比较大，我就全部加热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可以独立开关的啊。嗯，对。都可以独立开关。